各位兄弟姊妹早安，咱感谢主，今仔日是圣日，咱搁陪伴了咱的心，要三个来敬拜主。咱伫拜一到拜六无用真多的代志，咱有时间读圣经祈祷，总是拜日定定真特别，因为咱通甲兄弟姊妹三个来敬拜主，咱通三个用圣诗、用祈祷、用听道理、甲讲道理来敬拜主。但愿咱大家三个陪伴心，咱今仔日就是要分别为圣来敬拜。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拢请你站起来。咱要三个来宣召，和咱大家陪伴心。以后咱要三个来敬拜咱的主。来，请听圣经安尼讲：恁要俄罗耶和华伫正直人的聚会中。甲大会来，我要专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伟大，喜爱伊作为的人，拢努力查究。伊的作为满有尊严甲威严，伊的公义永远长存。伊予人纪念伊所做的奇事。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伊手所做的拢是诚实甲公正，伊的训示拢是可信靠的。伊按家己的子民施行救赎，伊明定家己的约直到永远，伊的名神圣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是安尼行的，拢是明智的。耶和华该受俄罗的。到永远。 Praise the Lord, I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with my whole heart, in the company of the upright, in the congregation. Great are the works of the Lord, studied by all who delight in them. Full of splendor and majesty is his work, and his righteousness endures forever.He has caused his wondrous works to be remembered. The Lord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The works of his hands are faithful and just. All his precepts are trustworthy. He sent redemption to his people. He has commanded his covenant forever. Holy and awesome is his name.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All those who practice it will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His praise endures forever. 咱来三甲祈祷，请咱大家人阿头目睭放开，安静咱的心，咱要伫主面前献上祈祷的祭。感谢听阮的主，感谢听阮的主，俄罗听阮的主。俄罗听阮的主，主的名何等奇美，主的名何等伟大，超乎万名之上，超乎万米之上。阮感谢救主，予阮今仔日通凭着十二架的大光，到圣父面前安静落来，跪落来献上敬拜，甲俄罗。阮感谢主耶稣基督听阮，为着阮伫十二架顶面放杀伊家己，伊免受苦，伊却受苦；伊免受死，伊却受死；伊免埋葬，却受埋葬。伊对死人中间搁活，叫阮凡人仰望伊的人，毋是只那得着一位的救赎，乃是得着一位的救主。感谢主的救恩，这个恩典，阮心讲袂煞。感谢的话，无法能来报答主的十二架为阮放杀的一切。今仔日你的百姓分别为圣，也将今日主日分别为圣。阮到你面前来敬拜，愿主的灵在阮的中间运行，愿主的灵帮助阮敬拜。合主心意的敬拜，讨主喜悦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
好，请咱大家人坐落来。咱现在用圣诗三级来俄罗斯。你的信实极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咱感谢主，主的信实何等的伟大！因为安尼，咱逐日拢通放心，咱逐日拢通在主的恩典是新的，是够热的，唔是用昨日的恩典来鼓励今仔日的咱，乃是用昨日的恩典来提醒咱讲今仔日的恩典是新的，也是够热，阁有存的。感谢主，咱过来三甲吟这首诗，救主果然伫我心内。
现在是咱三个安静咱的心，要来聆听主话语的时阵。今仔日主将伊的话语，要想诉乎凡有耳孔，阁愿意听的人。主养饲人，毋是强强钻伫伊的嘴，毋是强强钻伫人的心。伊将伊的灵粮摕出来，愿意接受的人就通得着，得着的人就蒙福了。但愿咱大家做蒙福的人。今仔日咱的信息呢，是继续顶一摆所讲的三心一意的信息。今仔日要讲到迄个讲无了的第三个心，总是也未讲到迄个呢。但愿咱搁做淡薄的温习。圣经跟咱讲，你要谨守你的心，也计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对这而出。圣经讲，咱要照顾咱的心。圣经讲，不但照顾，要保护，亲像是有人要来伤害咱的心。有呢，圣经跟咱讲，魔鬼真有嚎叫的声啊，四过伫咧想，看有甚物人无衰利，看有甚物人较软弱，啊，就要该吞食。啊，咱要保守咱的心，也加保守咱的一切。咱要讲三个心，三心一意，有三个心。啊，这三个心呢，啊，是根据圣经的原文，啊，就是希腊文的圣经。当这个心这里的 heart 有出现的时阵，咱就将迄节提起来。啊，圣经讲到心呢，啊，有真侪所在。总是咱只能选择三个，来咱来温习。顶礼拜所讲的第一个心是啥物呢？第一个是喜乐平安的心。这个喜乐呢，会带予人平安。当一个人平安的时阵，暗时伊就好困。有的人暗时身躯倒咧，目睭放袂开。有时阵目睭强强开，总是因为心不安。因为心无平静，所以未困的。大彼得讲什么呢？上帝将喜乐放伫我的心内面。因为安尼，无论当大最少，无论敌人最少，无论压力最少，伊倒落去，伊就通休息，伊就通困。是的，真喜乐只来自上帝。你那是暗时未困的。你若是觉得有时阵真惊吓，你需要喜乐平安，要对倒落来呢？对上帝来，你着将你家己交托伫主的手中，你着将你的代志交代予主，以后呢，主甲你同行，伊帮助你来扶，伊帮助你来扶，求主帮助咱，咱要有喜乐平安的心，只那伫上帝内面会通找着。那无有上帝，未得到真喜乐。有暂时的喜乐，有假的喜乐，有骗人的喜乐，有骗家己的喜乐。咱唔是讲迄款的喜乐，咱所讲的呢是真的喜乐，是指那对上帝而来的。你若要得到这个喜乐，你的确要伫主的内面，无可能无有主。只那伫主内面，得到真喜乐，才有得到。真的平安，这是头一个心。第二个心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柔软可惜的心。什么是柔软可惜的心呢？咱会记得在古约时代，摩西奉耶和华差遣，到在埃及王面前，就甲法老王讲：你着和上帝的百姓出去啊！你着和上帝的百姓离开啊！这个所在，总是圣经甲咱讲呢。法老王唔愿意，讲伊硬着伊个心。你在伫出埃及记内面，十一章个经文内面，你在讲到法老个心硬，讲几摆无？讲十五摆啊！所以摩西去，摩西搁去，摩西搁再去，耶和华上帝施行审判，搁审判一个灾，搁一个灾。圣经讲法老惊惊硬着心。有时阵真有软心咯，灭咯，啊，到摩西离开咯，再会过去咯，啊，搁再所以硬着心十五摆，啊，落尾怎话呢？硬着心哦，
罗马就死在海的里面，哦，这个出埃及的这一代，哦，宰人就在摩西的带领下面到在旷野地去，哦，总是圣经跟咱讲出埃及的这一代，虽然看见真正多上帝伟大的作为，十灾拢看到，因拢无受到陷害。看见红海开了，百姓很多人啊，超过100万人，有可能三甲平平安安的过去。因看见遐尼多的大事，看见耶和华的带领，圣经讲个那只，因原在硬着心啊，在旷野内面试探耶和华。纠缠个纠缠，计较个计较，落尾怎安呢？上帝讲，那是这款的态度，迦南地恁无份咯。英文的地，和恁的子女总是无要和恁。后来迄一代怎安呢？就死伫旷野，法老硬着心死伫海内。出埃及的时代，硬着心死伫旷野内面。人那硬着心啊，落尾是啥物啊？罗马是死亡，罗马是诛灭，罗马是没有生命，没有光明的光景。保罗说，今天因也还在会堂里面在读摩西的书，因手中也有上帝的启示，就是旧约的圣经，总是因读了未明白，看见理未看见真理，看见恶字写在白纸顶面，总是未通听见上帝的声音，用因的心讲话。因为干哪子？因为因原在硬着心啊，所以皮亚原在看在因的面前面，所以未会看见。圣经跟咱讲，什么是抹心啊？不是脚的心哦，脚头是抹啊。咱讲手身躯的抹啊，吼，抹心是什么啊？是柔软的，有可能缩啊，哦 ，moldable and malleable， 这款的心是什么呢？是听见上帝的声音的时阵，伊的反应，正确的反应，正面的反应。法老听见上帝的声，接着摩西甲伊讲，伊无灭，伊硬心。出埃及的迄一代，听见摩西的声，摩西代表上帝。将上帝启示的话语带到因中间，因唔听，听见亲像无听见，因为听了无正面的反应，所以怎话呢？后来无通得到上帝的祝福。什么是软心啊？柔软的心是听见会晓接受，听见佫会晓反应，这是真宝贵的一个心。这个。是在菲律宾的北部有一个所在叫做 Vegan， 哦 ，Vegan 这个所在，我去真侪摆，哦，啊 ，Vegan 教会周年，咱也去甲伊三甲庆祝，啊，真侪时阵去伫迄搭，甲伊三甲举行报道，就是福音的聚会，和当地的遮同胞有可能来听耶稣基督听世间人的道理，因不一摆带我去这个所在，这是咧做什么啊？做废弃的。Pottery， 所以咱看见遮一个工人，伊伫咧做一个灰的罐啊，你有看到无？伊这个下底哦，迄个圆圆的啊，正正伫伊的脚边啊，迄个真大圆的，迄个是石的啊。你在伊的脚哦，伫迄个长长的茶顶面是咧休息个，哦，其实呢，伊应该这个脚哦，有可能打落去啊，打迄个圆圆的哦。啊，脚就一直揪，一直揪。啊，迄个圆的那石呢，啊就规块倒会石。啊，规块倒会石呢，迄个废气就石。啊，咧石的时阵，伊就将伊的手一支放伫内面，一支放伫外面。啊，石石石真平啊，出来就变一个真正水的灰板个。伊是安尼做。要怎啊，互伊有可能石了出来，阁遐尼水啊，就石较紧呢。就做比较紧的，因为干哪子？因为软是烧的时阵，当这个废气真烧，伊就真软；当这个废气慢慢浸了，伊就愈来愈短。到我最后呢，
断崖山定型了，形未变的，你强强该创哦，规个废气会歹气啊。所以就趁这个也够软的时阵，将伊要伫个伊个形该刻落去，哦，啊出来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有的心是硬的呢？为什么有的心是软的呢？软的心哦，是邪烈的心，心灵的黑在里面的烧，所以真烧真烧，伊真软。听见上帝的话的时阵，伊愿意改变伊的生活，伊愿意改变伊的思想。总是那无烧是清清的，就真硬啊！真硬的时阵，你搁怎话改压，搁怎话改起，搁怎话改崩，伊拢袂变形。意识已经定型了，唔改变，就是安尼。所以，即个讲到灵命真重要。咱那真容易和主的话来塑造，就是内面即个人心是烧落的，伊是活的。那是上帝的话，一直灌，一直灌，一直讲，一直讲，总是即个心唔变形啊，唔变化，即个叫做什么呢？伊是真亲的，所以是真硬的一个心。啊，求主帮助咱，咱的心爱热烈，最软心，和上帝来给咱塑造，来给咱 mold， 看伊爱咱变什么款的形。伊爱什么形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形式，迄个形。求主帮助咱。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真正熟这段的经文，保罗写批给罗马的基督徒，他这样说，所以我的兄弟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您，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您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看我的红字只有两项物件，头一项是什么呢？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个第二项是什么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头一个讲到身躯，第二个讲到心意。这个心意在原文里面呢，叫做思想啊，咱的思维啊，the word。For renewing of your mind in the Greek is exactly that word, the mind, our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our mental focus. So, Paul said that there are two things in the body. What is it? There are two things in the body. What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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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上帝话摆伫咱面前，有时阵咱读了也无清楚，大领咱查经的人慢慢甲咱解释，咱听搁听搁听，落尾讲哎呀，我知影什么意思了，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什么呀？教导。当咱参加一个讲道聚会，咱逐礼拜礼拜拢有讲道，咱参加一个分享讲道聚会，啊是一个培灵讲道聚会，啊是一个主日崇拜讲道的时阵。咱听的时阵呢，慢慢咱的思想啊，就和这道理哦来灌输啊，咱就水饼落去讲，咱的思想咱就一个杯啊，所以饼落来的时阵呢，咱慢慢啊就该吸收，慢慢就该消化了。啊，什么是身躯现象当作活祭？哦，这身躯现象当作活祭哦。亲像一个爱身躯健康的人啊，走去伫运动室内面，伫咧体操。You know what it is? The body is a living sacrifice. It's like a person who wants a good physique going to the gym to train the body. Yes, a workout. 去伫遐锻炼，伊毋是坐咧听别人讲。当然，有时阵有教练会教伊讲，这个机器你着怎啊用，可袂去伤着你的手，去伤着你的背后。有咧教讲，总是一直听一直听哦，袂健康起来了。伊着怎啊，家己坐落去，家己扶起来，着去锻炼，
啊，锻炼了呢，伊的身躯就勇健了。感谢主，就是安尼。有一摆隔之门牧师，哦，伊迄时阵也未信耶稣，伊爱学英文，因为看见一寡朋友讲英文，伊计袂晓听，讲学英文也好，总是无够钱。啊，落尾呢，啊，伫过迄个桥的时阵，看见有咧广告，有一个所在咧教英文，学费阁毋是真悬。伊就甲你讲，只合我的条件，赶紧去报名，就去到伯特利中学 （Bethel Mission High School） 哦 ，Bethel Mission School 去底下读册。伊讲我去唔是要去信因的信仰啊，我去是要去学英文啊。总是后来呢，发现讲因的课本哦是英文圣经啊，原来咧学英文是咧看圣经啊。到一摆呢，学堂主持一个分享会。啊，先生就请拢种学生去参加。啊，格子文讲咱中国人啊，孔子假使咱就尊敬先生，先生啊，请咱，咱在世就去。啊，就真是去参加。啊，头头听多拢听袂入，总是咧分享会一场、个两场、个几场来，落尾愈听，说清楚你在伊讲啥无？伊落尾讲哦，这个讲完讲到哦，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顶摆来听这句话哦，我想我家己思想去甲伊去了解啊。有时阵再去生家丘啊，有时阵再去用枕头啊堵别人啊，讲因这是罪人个。总是迄日哦，我规个放上互圣灵来帮助我明白迄句话经文。迄日伊就发现讲，伊的罪真正重，真正重。伊就发现讲，伊得罪上帝，是的。伊落尾信耶稣，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呢？因为伊听见道理啊，道理讲什么啊？唔是讲到世界有罪啊，当然是迄个意思啦。是讲到我有罪啊，我是罪人啊。啊，佫发现什么呢？我是得罪上帝。一个人若觉得伊有罪，总是我唔是得罪上帝，我是得罪人。我是得罪阮阿兄，我是得罪阮爸爸，我是得罪我的国家。伊未伫上帝面前悔改。基督文发现讲，我的罪不但真重，阁是得罪上帝。以后伊发现讲，十字架的痛真正伟大，伊信耶稣了。你有看见无？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就是锻炼。道理入来时阵，迄个是对外面来。当人对心拼出来讲，主啊，我的罪也重，我得罪你。十字架真伟大，我要得十字架的耶稣。当伊这句话拼出来的时阵，迄个是叫做什么啊？就是辛苦了。所以你看哦，心意更新呢，是对外面流入来，道理流入来，圣经的话流入来，圣灵的话流入去咱的心呢，这是教导。什么是献身活祭？献身活祭是对内面都流出去，主把咱拼入来，咱给消化掉，搁拼出来，迄个叫做锻炼。所以保罗伫遮讲到两项，咱的思想要更新，这个心意更新真重要。总是咱也要献身活祭，因为只那听，搁听，搁听。无什么反应，无什么行动，迄、那个唔是生命，迄、那个只那是咧上课，是耶。咱有属灵的知识，迄、那个真宝贵。有真侪人读圣经，有个人伫基督教学堂读册，有真侪知识，总是一直流入去，未流出来，就是干那只，无有生命。一张手呐，我爱你吹，一直该压，一直该压，到了干那只，伊会学出来了。伊果子出来了，有流入，有流出，迄个叫做有生命。今仔日咱也是着安尼。什么是流软的心啊？流软的心是讲哦，主的话语流入来，生命对遮流出去，迄个真正水。所以求主帮助咱，灵命长进，不断长进上升，是因为干哪子？有流软的心啊。那是刚硬的心哦，灵命未进步；那是柔软的心啊，灵命一直长进，
一直良心，求主帮助咱，咱爱有一个柔软、柔软、可惜的心，对主的话有正面的反应，容易和主的话所塑造，不是真难塑造，乃是真容易，因为干哪子？是系列的，是软的心。以后呢，当咱安尼坚持呀，咱的灵命就不断的上升。啊，求主帮助咱。有可能追求喜乐平安的心，搁追求柔软可惜的心。第三个心是啥物呢？咱看今仔日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保罗安尼讲：也愿意，伊就是上帝个吼，也愿意坚定恁的心，好叫恁伫咱主耶稣及将圣徒再来的时阵，在我们的白上帝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责、无可指责、还是无可指责。这说到什么呢？心无可指责。哇，这个是无可指责的心，无可指责的心。这则经文又说到两项的东西，头一项是什么呢？再来，第二样是什么呢？面前，头一个讲到主耶稣基督搁要再来，第二讲到什么呢？咱要徛伫白上帝的面前，这两项。讲到基督的再来呢，咱会想到基督头一摆来，咱定定伫十二月庆祝这个圣诞节，就纪念耶稣头一摆进入人间的世界。伊是一个婴儿，以后伊长大，伊受衰，伊受试探，伊讲道，伊病，以后伊上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日对死人中间搁活，咱会想到耶稣头一摆来是干哪子？是多情热心，住伫咱的中间，为着要担当咱罪的担当，为着要替咱受罪的刑罚。耶稣死去了，耶稣对死来个话的时阵，伊家伊的学生讲：，恁着出去去传福音啊！当主升天的时阵，就有天使甲信徒讲：，恁看见主安尼升天哦，伊会个话来呢？所以咱讲到主再来，就是这个意思。基督个要话来，话来的时阵是怎话呢？话来唔是个变一个无灵的婴仔咯，啊，唔是个糟糕。在这个约旦河给人洗礼了，他来的时候呢是要干哪子？圣经跟我们说，他来的时候是在他的荣耀来来的，他来头一次来是卑微的，第二次是真荣耀的。他来要干哪子？要将绵羊跟山羊给他分开。绵羊在一边，主要跟他们说，你们做得也好，你们能进入国度。另外一边是山羊讲，恁做日无好，所以恁要进入永远的刑罚。其实罗马咱规本圣经看了知影讲，头一挂在羊啊，唔是讲因是完全的人唔捌犯罪啊，乃是讲干哪子呢？因为得着赦罪啦，因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因有法能进入上帝的国度。主什么时阵要挖来啊？主讲无人知影。啊，今仔日有一寡人家己讲，已经讲一百几年咯，所以伫这个这个19世纪也有人讲，二十世纪也讲，到伫咱二十一世纪也有人咧讲，无日无日主要挖来，在日子拢过了，拢无发生，主讲这个时间咱唔知，所以咱特使就避办。求主帮助咱，咱就特使避办讲基督要来了。不有人讲耶稣来的时阵，我唔忙讲我是咧灵修读圣经，唔是走去伫外面家己咧佚佗，佫较唔是伫犯罪的所在，那么对主实在真不足真排泄。是诶，咱特使着警醒，着爱好好的听候，着爱好好的注意，主爱咱注意的代志，因为基督要活来。总是咱唔知什么时阵要挖来，那爱讲伊挖来的时阵，看见咱，谁讲哇，你这个
真忠心佮真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好，咱是来听主的嘴讲这句话来。第二是甚物呢？讲到审判，主再来的时阵，要将绵羊、山羊分开啊，这个就是审判了。所以，这讲到伫上帝的面前，这个是特别受审判。圣经甲咱讲甚物呢？按着定命，人人拢要死一摆，死后也阁有审判。照样基督也捌一摆将家己献上，将来伊也阁要再一摆显现，要用迄位热切期待伊的人成全救恩。这是讲到基督再来，是干哪只啊？就是咱讲的咯，要将在绵羊接纳到伊为因避难的所在，就是为咱避难的迄个所在。总是以后会有审判，要怎啊审判？到审判的时阵哦，有的人有可指责，有的人无可指责，分两款。有一摆，有人来找耶稣讲：“耶稣啊，你的学生无照条规啊！你在阮的古人的传统讲，未食就先洗手，安尼这是圣洁啦。总是你的学生哦，无洗手全管因食啦。”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讲：“啊，你咧，恁哦，按照恁家己的传统教导，恁将上帝的话哦毁掉啊！什么意思呢？”耶稣讲一个真清楚的譬喻，伊讲：恁讲人若要将一样物件送予伊的爸母，这个真好，叫做孝顺爸母。总是这个人若讲我这项本来要予阮爸母啊，哦，啊那会知哦，落尾我就讲哦，无这个献去予上帝，摕去圣殿哦，哦，啊恁讲啊，耶稣咧甲在法利赛人讲，按照恁的教示，伊那是要摕去圣殿予上帝哦，啊。会做全不免给父母啦，哦啊、全因为上帝比较大。耶稣说你不会做这样做、啊、你就孝顺父母、啊、就敬拜上帝、啊、你不会做偷父母的份拿给上帝、啊哦、原来那个时候有人这样做、啊、他说我如果给父母一份给上帝一份，我算两份出去不会怕你、啊、所以说没有爸爸这份本来要给你，不过我落尾讲应该就献给上帝，所以对不住你无份。所以耶稣基本上是讲什么呢？恁偷的才摕来咧敬拜上帝，恁在假冒伪善的人，恁真歹啊！对人的心内面出来才是歹物啊！人手无清气，摕食物食落去，迄个唔是真正的歹物啊！啊，当然咱知影讲耶稣唔是咧讲到。这个身躯的卫生啊，伊是咧讲到心灵的圣洁，所以呢，即搭耶稣就甲因讲什么啊？因为对心内出来的有什么啊？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窃、假见证、甲诽谤，即在则会乎人阿站，无先洗手食饭，却袂为安尼。耶稣不是讲到肉身的卫生，而是讲到心灵的圣洁。耶稣的学生就来讲：“先生啊，你在谈嘛？你安尼讲哦，你得罪着法利赛人，因真无欢喜啊。”耶稣要怎啊？耶稣转讲安尼啊，啊法利赛人对不住我讲话较过分哦。无啊，耶稣讲因的学生讲，迄个是应该的，因为因就是安尼啊。因是痴迷的，咧带痴迷的，所以路尾啊，带路甲互伊带路的，两个拢跌入去坑内啊。以后耶稣讲这句话，心内面出来，迄个才是真正的阿赞，这是会害死人的阿赞。阿求主帮助咱，咱爱做无可指责的人，这个心。的问题就去处理，就去解决。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愿意坚定您的心，跳去最后一句，不可自立。May the Lord strengthen your hearts so that you will be
blameless, blameless. 哇，感谢主，求主帮助咱。什么是 blameless 的心啊？ blameless 的心么？就是讲一个人，伊虽然犯罪，总是伊的罪责已经清了。真侪年前，我有一摆到伫一条街路停车，伫咧停车等一个囡仔的时阵，啊，街路边有一个人就行过来，伊就甲我指挥看车怎啊爬会搁较好势。啊，后来我搁另外一摆搁去迄搭，伊搁在伫迄搭，啊，搁甲咱指挥要怎啊爬爬好势。哦，啊，指挥了，伊较想会过来咱的窗啊，啊，唔忘咱开几箍银，哦。啊，咱啊就看见讲啊，伊都亲像艰苦人，哦，啊，无咱摕淡薄钱互伊，哦，后来我陪伴食米互伊，哦，因为呢，伊啊较艰苦，伊有迄个需要。我煞甲伊讲，我煞捌伊啊，我讲你名做啥物啊？伊讲我名做 Joe 啊。我讲 Joe， 你逐日伫食啊，你身躯遐勇健，你毋着去做工？伊讲我都爱做工啊，总是我则对脚苦出来的人啊，哇，伊对肩胛出来啊。我说哎呀，安尼啊，啊，看来你会去坐家啊？我心内咧想讲，啊，无我介绍咱我教会倒一个啊公司哦咧需要人去介做工个。伊讲因为哦，我顶摆迄个头家介拍死啊，所以也去坐家。我伊讲了，我说无大个介绍啊。哦，总是你知哦，虽然伊拍死人哦，伊逐日徛伫街路迄搭啊，伊那无走去边啊，警察会来抓我啊，干哪只啊？伊毋是无拍死人哦，已经坐家了了啦。迄、那个罪罪行清了啊，所以现在平平安安要走去倒落拢会做，看见警察也免惊。心无可知了，毋是讲人无犯罪啊，乃是讲什么呢？耶稣已经帮助我，付清我的罪罪了。是会求主帮助咱，咱追求这三个心。平安喜乐的心，柔软可恤的心，无可自劣的心，求主将这三个心赏赐给咱。你若注意看这三个心有什么无相同无？什么时阵大喜乐大平安啊？信耶稣迄一日，是无？迄个是第一喜乐的，因为个哪子？迄个罪当当完全放落去，规个遐尼轻松啊，心唔捌。遐尼轻，遐尼松啊！新主迄一日降生得救。什么是柔软可恤的心呢？即个就是讲，咱新主以后，咱听见主的话，爱和主的话来甲咱所做；咱听见圣灵的声音，爱圣灵的声音来改造咱，咱的思想更新，咱献身做活祭。什么是无可自劣的心啊？迄个是徛伫审判台前咯。哦啊、上帝说、啊、你都有犯罪、啊、总是罪责都行清，因为十二个公羊的宝血给你洗，所以你已经进入国度了。这个讲到什么呢？以后永远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你如果看这三个心，我们像讲到我们整个的灵命，开始就是重生得救，得到主的喜乐，主的平安。第二就是在今生在主的脚步，所以这心就柔软，和主家己来给咱塑造。哦，啊，第三是什么呢？唔忘讲，这里伫主面前无可自劣，主讲来进入国度，享受永生，迄、那个是讲到来生的代志。所以你看，这三个心呢，是一个新造的人爱追求的心。伫结束的时阵，我甲你分享一段的故事。有一摆，有一个国王。国王唔好咯，伊真正艰苦。这个医生来给他看，讲你时间无多。国王叫伊头一个某来，哦，啊，甲这个某讲，我已经得要离开了。总是我唔爱家己一个离开，你有可能陪我，甲我三甲去做伴无？这个头一个某啊，就将这个热啊对头门个热这两下，哦，啊，将这个耳钩个揪这两下，啊，就讲国王啊。你知我是真疼你，啊！你也真疼我，你常常买啊真侪水衫给我穿，哦，啊买真侪啊真侪啊化妆品啊，给我来装水，哦，
啊，我都真爱水啊，哦，啊，总是我看见死人无水啊，所以对不住呢，我无可能甲你去啊。国王真艰苦心嘛，就阁叫伊第二个某来啊，哦，啊，这第二个某来，国王过来讲，我已经也艰苦了，医生讲我无久就要离开世间。总是我唔爱家己行，啊，无你甲我三甲去好无？这个第二个某讲，我知你也是真疼我，哦，啊，常常若有重要人来，你常常带我出去给因看，你也真正看重我，哦，啊，常常买好米给我，哦，啊，常常开啊也侪钱呐，哦，啊，就是给我安尼啊，愈丰富啊，啊，愈好看啊，摆咧好，这个你也知重要人物。啊，重要朋友来看，总是哦，我唔爱死啊，哦，所以你那无地咧咯，我想我嫁给别人了啦，哦，啊去给别人做某了啦，哦，啊国王听了心情艰苦，佮叫第三个某来，第三个某来讲，哎呀，国王啊是怎啊？伊讲我已经特别死了啦，不过我唔爱家己去，你佮我做伴三甲去哦。啊，这个第三个某讲，你知阮是第一疼你的，哦。就是这个头一个第二个不管你哦，我是常常来给你照顾的，所以你若死啊，我再是继续照顾你，我给你主持一个真正真正水、真正有意义、真正感动人心的对书礼拜哦啊！你规世人会知美德，你做的好代志，我再是讲给大家知影的，因才会知影讲这个死去的人是一个好人啊哦。总是我就是真啊做到安尼啦。我无能跟你去，啊，无你家己去了啦。国王真艰苦心，就叫伊第四个某来。即、这个、第四个某来的时阵，国王讲：哎呀，真歹势，我过去定也无甲你照顾，哦，啊，唔捌甲你买水衫，啊，那买是勉强的，是老弱别人唔滴个才摕好你，哦，啊，互你食爱也无偌济，啊，甲你做阵的时间也无济，总是现在我要死咯，我再拢后悔啦。啊，总是我唔爱解释哦。啊，你可能甲我三甲去无？我唔则有伴。这个第四个某讲，你常常将水嘅物件给别人，你常常将第好嘅时间给别人，你常常将在第好食嘅给别人食。啊，你也无时间来陪我。总是你知，因为你已经要行了个，我愿意甲你去啊，我永远要跟着你。你觉得怎啊？听了这个故事？那个国王是你啊，你有四个某啊，头一个某是什么某啊？头一个某就是你的身躯啦。咱常常装啊牙水啊，咱的手去摸着阿针，赶紧该洗啊。咱穿衫哦，常常经较水合身的啊。咱头毛常常大牙整齐啊。咱要买的在啊。啊，这个、水头毛的咯，水手的物件，定定买块较清气、较好个啊。咱定定照顾咱的身躯啊，总是到咱死哦，身躯袂得咱去啊。伊无要去啊，伊就住伫遐。啊，你的第二个某是啥物人啊？你的第二个某是你的财迷啊，挂伫你手顶面的手表啊，藏伫裤袋啊内面迄个真正水的电话啊，你的汽车啊。你的钱啊，你的厝啊，到你无地咧哦，伊会嫁互别人啊，别人会该牵去做某，伊会去服侍因，互因用啊。啊，你阁有第三个某呢？第三个某是啥物人啊？是怀真正疼你的啦，你唔好的时来甲你照顾，到最后哦，阁要甲咱主持一个真有意义、真有纪念性的对书礼拜啊。总是咱的亲人朋友，就是对咱很好。伊无可能甲咱三甲去啊！因要行有因的时间呐、啊，咱要行有咱的时间呐、啊。啊，最后一个是啥物呢？迄、那个定定缀着你，总是咱给伊时间较少，佮无大给伊睡眠好食，总是伊定定会缀着咱，是你的灵魂。圣经讲，你着保守你的心，你着坚守你的心，你的心灵啊！你的灵魂跟你的心做一下，永远不会离开你，一定要跟你做一下，所以你就较多时间陪伊，较多营养给伊吃，较多好米给伊，
因为伊是你第一忠心的第四个母，你会明白这个意思哦。三心一意就是安尼呢。咱用一个心智来追求这三个心：喜乐平安的心、柔软可恤的心、无可知力的心。三个心，一个意，追求一生的追求。愿主祝福你。咱现在要来参加音会，应是主会保守我，真侪人真爱这首诗，所以咱来个参加音，主会保守我。我的信心虽然无着主的保守我，无归犹的虽然黑夜主的保守我。感谢主，主会保守咱。伫这个疫情的时阵，咱特别需要这句话：主伫咧保守你甲我，主保守咱。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内面，拢请你站起来，咱要来三甲感谢主，三甲祈祷，请大家额头、目睭放开，咱来三甲祈祷。阮感谢听阮的上帝，你赏赐予阮有亲人有朋友，你赏赐予阮有身躯有健康，你赏赐予阮有财宝有钱财，你搁较赏赐予阮有一个心，有一个心灵，有一个灵魂，求主帮助阮好好的照顾阮家己的心，也加照顾一切。求主你家己帮助，让阮跟随主的脚步无压线，主赏赐开来，
也感谢主，让我们吃清应龙高业，又让我们通守主日三甲敬拜。我们感谢主，现在大家三甲基督主祷文，我们在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亲像行在天顶。阮谦让的美娘，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得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咱来三甲领受主的恩福。当愿天父上帝赏赐予你真喜乐、真平安的心。当愿救主耶稣基督每日保守你甲你同行，赏赐予你有一个柔软可属的心。当愿圣灵保惠师无停做感动的工作，做鼓励的工作，予你甲我知影伫十字架内面，咱通得着无可指摘的心。今日祝福是奉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咱感谢主，现在咱大家请坐，咱有一段时间，咱要上个默祷。默祷以后，我有几句话要讲，以后阁有一寡报告，请咱大家再留意。现在请咱大家阿头。咱来默祷。